佛名号品第九，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也利益事，于生死中得大利益，唯愿世尊听我说之。佛告地藏菩萨：汝今欲兴慈悲，救拔一切最苦六道众生，眼不思议事，今正事实，唯当诉说无极涅槃，是汝早必施愿，无亦无忧心在未来一切众生。地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诸事号无边身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赞声恭敬，岂得超越四时且生死中罪，何况塑化形象，供养赞叹，其人祸福无量无边。又于过去恒河沙劫，有佛诸事号宝性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谈止境，发心皈依，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又于过去有佛诸事号波头摩圣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立于耳根，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，何况至心争念。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，有佛诸事号狮子吼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念皈依，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收记。又于过去有佛诸事号拘留孙佛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至心瞻礼，或复赞叹，世人于贤劫兼佛会中为大梵王，得收伤气。又于过去有佛诸事号毗婆舍佛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永不多阿道，长生人天，收生喵乐。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，有佛诸事号宝圣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逼近不多阿道，常在天上收生喵乐。又于过去有佛诸事号宝香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生恭敬心，世人不求得阿罗汉果。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诸事号袈裟床如来，
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招一百大劫生死之罪。又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号大通山王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世人得遇恒河沙，佛广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又于过去有净月佛、山王佛、至圣佛、净明王佛、至成就佛、无上佛、妙生佛、满月佛、月灭佛、有如是等不可说佛。世尊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若天若人，若男若女，当念得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多名，是众生等生时舍时，自得大利。中菩多阿道，若有临命中人，家中眷属，乃至一人为是病人，高声念一佛名，是命中人，主五无千罪、余业报等悉得消灭。是五无千罪，虽至极重，动轻一劫，了不得诸。诚思临命中时，他人为其争念佛名，于是最终一切消灭，何况众生自争自念，或福无量，灭无量罪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。赞：普贤起问，地藏宏开，三途六道绝尘埃。普广问如来，收记十斋，皆引上莲台。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法。哈哈哈，文三摩地梭哈。